你们能感受到这个分量吗？那咱那个宇宙荤菜和那个杂壳啥区别呀？它就是里边放的东西不一样，就是味道差不多啊。对，反正一般人吃猪肉多，有的不喜欢吃那个杂壳。这是一份吗？这么多？我感觉两个人都能吃饱了。啊，都要都要，太多了。辣椒在，那个馒头在哪拿呀？你给我拿一个就行了。那馒头，他这个宇宙的徽菜是现做了一份份的，不是那种大锅的徽菜。我的天哪，这一份十一，再放一份，好了，放一点醋，熟肉。对于不爱吃那种大锅菜里边那肥肉的这种的，还挺适合的。那这个熟肉的话，好多人都能接受了。但是太多了，你们还有蒜，喜欢吃粉条的一定不要错过。你看这粉条，哎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神仙老板呢？泡一个吧，虽然忍受不了这个汤啊，这个汤太诱惑我了，泡一个。要是平常我这个汤肯定不舍得扔，但是我真是吃饱了，分量太足了。我感觉那以后可以弄一个小份，太多了。